IPSA 自律水乳官宣中国区代言人周深。这一次，周深将携手 IPSA， 要大家体验全新第九代 ME 自律乳。作为高端护肤品，能邀请周深代言，只能说周深越来越隐藏不住的光芒和实力被大家所看到。哇！大家可以抛开这个水滴看，是很成功的。这就是我画的三幅图和一份手稿。在国庆节假期里，周深作为潮白72小时音乐节压轴嘉宾登场，开场就是尖叫声不断，大家可以想象自己到了现场的感觉，兴奋激动，相信所有的生米都会是疯狂的。八首连唱，舞台又燃又炸，月牙湾、望、时节、不群、化身孤岛的鲸、大鱼、不想睡、起风了，现场的氛围很浓烈，相信周深也感受到了生米们的热情，让他的现场变得越来越有意义。机会就是跟一些游戏的合作，是一首什么歌你们猜？你们其实已经知道了对不对？哎，我听说今天是个奥特曼来啊，在哪里啊？哇，这么近的吗？你好你好你好，您难怪您的灯牌不用亮，因为您的眼睛已经够亮了。谢谢您，那大家相信光吗？我是不知道我相不相信光，但是看到奥特曼来到这里，我开始慢慢怀疑我是不是个小怪兽。谢谢你，也谢谢大家。那接下来这首，等等，奥特曼你怎么长那么高？哦，你是踩在一个东西上面的。好，接下来这首，希望你们能够喜欢《时节》，谢谢。还有国庆特别节目，请你来听我的演唱会。周深在现场观看了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出发去给天舟三号送快递，当火箭腾空而起时，在场人员热血沸腾，深感国之强大。周深也是完全被眼前的场景所震撼，不停地发出感叹，并迫不及待地想要去见一下为火箭发射成功而辛苦付出的航天人。当晚，航天研究员们都搬好了小板凳，整整齐齐地坐在舞台边，陶醉在这场专属于航天人的演唱会里。繁星璀璨的天空唱出了中国航天人的辛苦付出，因为你们，中国航天事业才能如此蓬勃发展，是你们的工作不断地充实了我们国人的底气和志气。一首《我和我的祖国》，台上台下互动，更是将全场气氛推至零点，众人齐向祖国致敬。周深还说，我还在想怎么今天一颗星星都没有看见，原来星星全部都在这里听我唱歌，嘴真的是太甜了，不愧是甜甜蜜蜜小白粥。尝我一口，喵喵喵。